让你老婆再教你，人家教我的，先教我的，后来教了我之后，我不是开拖拉机到处跑吗？我们这边长乐，从长乐开个拖拉机开到那个阜新，从阜新又开到那个哪儿，就开着到处跑，所有好多那个都知道有个女的开拖拉机的，旋根机就是旋根机，那就是旋根机，大拖拉机后边挂着的那个是旋根机，知道吧？它那是大拖拉机后面挂着的那个旋根机，懂不懂？不是说那整个就是旋根机，旋根机后面挂着的那个，懂吧？完了之后，我们这边有个农机合作社。会，不是和，不是农机合作社，是那个农机协会的，对，农机协会会长，是哪儿？是桥头集的，是阜新的。他老早就听人家说有个女的，年轻的，一个女的开拖拉机，天天在外边跑，他就听人家讲过了。然后呢，我通过我舅妈给我介绍，因为我们干拖拉机嘛，你得找个师傅领着带着，然后去耕地啊，是吧？你啥也不会的话，你上哪去耕地呢？对不对？然后我舅妈就介绍之后，那天我跟我老公我们开个拖拉机就上他那去了，上到那去了之后直接上他们家了，然后跟他打个招呼说你好，打个招呼之后呢，完了他就说了，他说你就是王东二的吧？我说对呀，他说我知道，听他们讲过了，都跟我说了，说那边有个女的开拖拉机可厉害了。我说我来拜师学艺，跟你后边那个学技术来了。他说行，明天来吧，给你们加油，给你们加油。但是教你技术，给你加油，但是你就是说挣了钱，你没你的份儿。我说那行，有人带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就从那之后开始跟着师傅后边干。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跟师傅后边学，也是我跟师傅后边学着旋根嘛，打田嘛。后来我老公不愿意了，他说了哪有女的一天到晚在外干那个，是不是？他说我来吧，你别干了。后来就他在干了，我就没干了，但是我也会开。到地里边，你要这个地块大的话，我也会干。我们家那会儿水稻田嘛，水稻田插秧嘛，插秧不就是搞拖拉机旋耕嘛？不就我跟的我旋的地嘛？他回家吃饭了，旁边那些村都知道我会开拖拉机嘛。说不行，你来开，你帮我们把这个田旋出来。我说行啊，是吧？我说行呐、啊，我就直接把那地给旋出来了嘛。所有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在这块儿，我在我们这个。这块还算有点名气，算有点名气。从村子东头到西头，大概有没有2公里呀、啊？3里地有吧？3里地有，2公里，4里地，2公里地有，都认识我，都认识我，但是我不认识别人，都认识我。我一天到晚开个拖拉机，唰，这头跑到那头，到处跑，然后开个拖拉机跑到那个集市上。我朋友是他开内衣店的，卖文胸的，卖胸罩的，卖啥的？那店里面店员不都是女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有一天我开车直接到那个集市上面去，开车到集市上面去，人家不知道干什么。我正好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干嘛呢？我说我在集上呢，我说我开拖拉机，来有事儿，我要等会儿回去。他说从头走。妈，我走啊！我的个乖乖，他们知道我开个拖拉机从他们门口过，你知道吗？都拿个手上拿正在整理内衣嘛，一人手上拿个内衣，直接跑到大街上站着，然后看着都搁那看着我，搁那哇哇的看着我。我说你们也太，我说你们咋好意思呢？拿着个内衣跑外边站着，一点形象都不注意了，都可那什么了，可佩服我了，真的。以前就是我要开个拖拉机哪走，人家挑个那个水桶是吧？挑个水桶在那走，人家直接站住了，愣住了，看着我。感谢朋友们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的，然后胆大，心细不细？我不知道心细不细，反正我胆儿大，啥都敢干，啥都敢干。那拖拉机，我们家的拖拉机不就是我开回来的吗？就是我开回来的，人家师傅也是认我的嘛，是吧？女强人。这不叫女强人，知道吧？女强人哪像这样子的？这不叫女强人，这就叫女汉子。女汉子跟女强人完全是两码事儿，知道吧？完全是两码事儿。我说我会开，他们还不信。没有不干，没有不敢的。对，就没有不敢的。只要是人能干的，我就。但是有一个不敢，啥不敢呢？搞那个小寻根机啊，打田呢，这个我真没干。我记得那年，
我们家种的是叶类菜，还没种韭菜呢。种叶类菜没种韭菜呢。种叶类菜你们都知道哈。比如说那个芹菜拔完了之后，那地不要重新给它旋根一下吗？然后再撒种子，是不是啊？再播种，然后采收完了之后又得旋根，是吧？我以为偷人不敢的，三十内人气最好，有点过分呢。然后要旋根，要耕地。我公公说了，说来，我说干什么呀？他说我来教你怎么旋根耕地。我说我不干。他说好，简单的很。我简单我也不干，我什么事我都干了，你儿子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我说这活我要接了之后，你儿子回来以后就光卖菜了，连地里边地他都不耕了，旋耕他都不干了，不干，坚决不干，就这个没干，那到现在一直到现在都不会干。哎呀，我后悔了。你说我自己那地是吧？我想种菜的这地，我就得求着他。我说你帮我把那个地耕出来，耕出来我种点菜，你再求着他了。你不求着他，你求着他都不干呢。刚才我婆婆在说，你帮我把这地搞出来，她说搞那玩意干嘛？她就这么说。现在学也不晚，现在不想学了，现在不想学了，现在不想学了。你说我现在在学，你说我现在在学干嘛呢？是不是？晚上别求你老公，谁求谁呀？谁求谁呀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天呐，我来卖韭菜苗子嘞！有没有人要韭菜苗子呀？等一下再给我号了，开始吹呢，吹气球，吹啥呀？他俩不睡一起，学的多累啊！就是不干，我不学了，我不学了。他不干也得干，他不干的话，我那什么，我骂媳妇骂老公不正常吗？是不是？他不干的话，我骂他；再不行的话，我上去踹他两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么回事？人家陶丽真都跟你说了，美女种了多少亩地？我种了70亩地，财运亨通。你给我发私信，我看到了。你说你想学种韭菜，你原先是干什么的呀？你们原先不是种地的话？原先要不是种地的，有那什么，有工作什么的话，还是好好工作。种地什么的没那么好，哪有那么好？只是说种韭菜，今年哈，韭菜苗子怎么卖的？韭菜苗子是10米1斤，泼妇。我怎么就泼妇了？我泼谁了？我泼你了？我泼你了？10米。10米，他没钱啊！你没钱想种50亩地，韭菜露天的。哎呦，我的个妈呀！你怎么当歌唱了？卡了！你怎么当歌唱了？一天到晚的。从今天开始啊，谁要是种地，想骂人不泼妇是啥？我骂我老公啊！他高兴，他愿意被我骂呀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就泼妇了？我泼谁了？我泼你了？我泼你了？还泼妇呢？别自己家有，还以为别人家都是。不自己家有，以为别人家都是。韭菜根儿，10米1斤，10米1斤。然后那个，点关注，亮灯牌，加入我的粉丝群，粉丝群里面留言。这是多余的啊！我们家韭菜苗，我看一下多余的韭菜苗能栽多少地？多余的韭菜苗栽个1亩地没问题，栽个1亩地没问题，栽个1亩地的没问题。后面剩的苗子栽1亩地的没问题。你们谁要说有个1亩地、2亩地没苗子的，找我把这苗子挖给你们，好不好？现在可以栽吗？可以的，骂坏人可以点赞。你俩干啥呢？打架？我跟谁打架呀？我跟谁打架呀？是不是？对，你要是对，韭菜苗子大概还剩个1亩地的，你来问问你妈要不要？要钱俺不要。我的个乖乖子，你以为你谁呀？还不要钱？不要钱干嘛呀？还要钱俺不要？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？你给钱我都不给你。No，新疆不干，不干，隔壁胡杨，离新疆的太远了。
我的个妈呀，哪儿的都不包邮，哪儿的都不包，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的，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的，我不管，我只管挖韭菜苗子就行了，剩下的韭菜苗子大概能在一亩地的，能在一亩地的。我家有谁要？山西，没有，王俊霞没有，谁给你扯一斤呢？是不是？山白嫖，他就是嘛。